3月19日下午，陈伟霆在微博晒出一张背着外甥的照片，照片中陈伟霆穿着白色短袖，打扮随意，头发未打理，随意翘起，将外甥举到肩膀上坐着，紧紧地抓着外甥的小手，十分有爱。陈伟霆笑称举高高，引得粉丝直呼我也要。